跳一次。
陈鹤坤先生，已经相当各界爱好武术的交友们，共180多人致敬纪念的座谈会。现在我们恭请香港校友之法运会会长贺焕明主任。尊敬的自共党中央副主席陶文明先生，尊敬的代表团的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各位代表团的成员，尊敬的我们香港侨界的朋友啊，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我们自共党中央的副主席陶文明先生呢，率代表团访问我们侨友社，来看望大家，同时这个带来了自共党中央对我们香港侨界的关怀和这个对我们这个老年身体这个健康的保健啊，还有一些武术的表演等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代表团呢，他们来香港参加这个香港武术协会的这个邀请的活动之后呢，这个明后天他们就要回北京了啊，回国内去了。那么在这个非常宝贵的时间里面呢，抽空来看望大家，来跟大家交流，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所以我首先代表侨友社，代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兄弟社团，代表武术爱好者，代表我们的侨友，向代表团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自共党是我们国内叫做我们通常称为侨党啊，就是我们华侨的党，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归侨侨眷啊。这个自共党呢，是我们华侨当中呢优秀的啊，这个知识分子还有优秀的人才组成的一个政党。这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内这个叫做参政议政的党啊。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这样一个体制内的我们这个一个政党啊，自共党向中央反映的意见呢，往往是受到中央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自从前几年自共党跟我们侨友社这个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我们有时候啊，我们把我们在香港的一些侨的意见啊诉求，我们也通过自共党啊向中央反映啊，引起中央的高度的重视啊。所以今天自共党的代表团来到我们侨友社，我们认为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来跟我们交流。然后呢，我们有什么这个需要向中央汇报或者是反映的，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共党中央向中央汇报啊。那么这几年呢，自共党中央跟我们侨友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我们蒋作军副主席、严以新副主席、严小培副主席都来过我们侨友社来看望大家。那么今天呢，另外一位副主席兼秘书长啊，就是我们的陶主席，也来到我们侨友社，而且带了一个代表团来跟大家交流啊。这个我觉得是自共党非常重视跟我们侨友社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我刚刚去北京参加国庆的活动，就是由自共党北京市委员会邀请的啊。参加了自共党中央的一个晚宴啊，见到了各位的副主席啊，也见到了曹副主席啊，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今天他们就要来跟大家见面啊。同时呢，这几年我们也跟广东省啊自共党的这个省委
深圳市的啊，这个都有交流啊，湖南省的也有交流啊，安徽的啊，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多一点跟自动党的朋友交流，向他们学习，同时呢我们有什么诉求我们也可以反映啊，这个是我今天感觉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了啊。然后呢，我们要向自动党的访问团汇报的，就是我们侨友社也好，我们其他兄弟社团也好，在这个香港今年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当中，我们都举办了很多的一些活动，有的是参与的很多的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啊，我们祖国的强大，我们香港会更好啊，我们在香港的这些侨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幸福啊。那么我们平时来讲，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有几位啊，他们是爱好这个古书还有关于这个太极也好，或者是古剑也好等等啊，统称是一种武术的爱好者。他们平时呢是强身健体的一种群众性的一种活动啊。但是呢，我记得啊，在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庆祝七一回归的时候，我们在街上兴高采烈的庆祝这个回归这个纪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以陈刚为首的这些武术队啊，这个在街上的表演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啊。他们呢，这个拿着一把扇子啊，这个每个人都有把扇子，那个唰一下，啪一下啊，就整条街大家都非常关注啊。这里面就包含着我们侨界非常热爱香港、热爱我们国家，同时呢，也在向我们的市民展示我们这种中华的文化啊，这个不管你是太极拳也好，你是各种武术也好，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今天呢，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他们呢，会向我们今天在座的师傅啊请教哈、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然后请师傅指点啊，以便于我们将来发扬光大我们的中华文化，好不好？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哈、啊。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自动党中央的这次的代表团的访问呢，能给我们这个香港我们侨的这个健康啊，我们侨的这个群众性的武术活动，带来一个新的局面啊。我们在座还有我们福建师大的这个师傅啊，他也是非常的爱好，非常的这个精于这个传授这个中华武术啊，还有刚才这位广州来的啊，这个还有在座可能很多都平时都有参加这些武术的活动，今天非常难得啊，希望等下大家呢这个专注来看一下啊，我们师傅的这个一个是听师傅怎么讲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师傅的精彩的一个演示的吧啊。我们今天有田师傅还有陆师傅啊，这个都是国内非常有名的啊这个高手吧啊。那么我再一次啊，代表我们在座的，代表我们侨友社，欢迎曹主席的代表团来侨友社，谢谢大家啊，谢谢曹主席，好，谢谢，好，会长。